《八八周刊》《明日特刊》的样刊，夹印了20万册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刊了。他们主编 Rocky， 你认识？什么呀？我不认识。就是当时偷拍雷大哥离婚案，偷偷潜入雷大哥家里边，最后被你发现的嘛。你打了他一巴掌，最后还报警，那小记者。就是他呀，就是那个经常各种偷拍。 然后瞎说瞎编的那个黄刚刚啊！对呀，哎呦，那次你记得啊？他去那个雷大哥的家里面，还想安他的那个摄像头，哎，不揍他怎么可能呢？这事儿现在没得救了。这种人都可以当主编了？现在竟是这种人当主编，他肯定不会放过的。你也是，你说范娇艳犯糊涂就算了，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啊？ 然后还参加色情 party， 这下好，爆料了，冰冰怎么办？我去你的吧！什么色情 party？哪里来的？不，这还不算色情吗？这啊，一群小鲜肉，坐人腿上，搂着脖子喝酒。你别说，这照片拍的还跟大片一样啊！等这事儿过去了，我得 copy 一下。 哎，李叔，我周振东，哎，我是想你能不能帮我和那个《八八周刊》的 Rocky 打一招呼啊！他这一期的周刊整个就是胡编乱造啊！对，他这样会吃官司的。哎，好嘞好嘞好嘞。哎，我怎么看到我爸的车刚出去？他怎么来了？他没什么呀，我们俩明天需要请个假，要出趟远门。哦，去哪儿啊？出海。嘿，然后明天晚上就不回来了，住在那边了。你跟詹姆斯啊？我住男生宿舍。切，哎呀，没事干嘛要出海啊？欧校长组织的。 全校师生去玉山岛去玩，可以带家属的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不了，去几天？3天啊。怎么了，妈妈？没事啊。那你好好帮我照顾他啊。丈母娘，你放心，冰冰的安全完全由我负责，我练过拳击。行了行了，詹姆斯，妈妈，那我去收拾一下行李，还有什么晕船药那些，我得准备一下啊。行，嗯，去吧。 丈母娘怎么看起来不开心？估计是工作的问题吧，累了，别找着她。这都什么呀？太过分了！这秦姐看见肯定就疯了。哎，秦姐来了。陈律师。 何总，已经查出来了，《八八周刊》的后面果然有黑手，你的所有的资料都有人传给他们，这显而易见是一种恶意行为，冲着你，冲着青天下来的。我要告这个《八八周刊》。我不建议你马上起诉，会让你引火上身的。我已经烧到眉毛了，还有啊。 明天我要召开记者会，把这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。另外，你帮我找贾一涵，因为我要带他去帮我澄清这件事情。好，秦姐，对不起，有急事。什么事？雷哥的合同被退回来了。怎么会被退回来了？不是已经协议好了吗？刚得到的消息，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传闻。姚导。 是我，何念晴，雷哥的问题是什么呀？啊，秦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现在你们公司负面新闻太多了，银媒这事儿……哎，这是个传闻，而且跟雷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我相信这是传闻，我们老板这边也不会担这么大风险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体谅。
另外还有雷哥一起签合同的这两个小孩，我们可能也用不了了。对不住啊，亲家。哎，喂，所以明天必须要开这个记者会，解释清楚才行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不能随便的让人家泼我脏水。我明天在发布会上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我知道你儿子还小，而且扎西的问题是有一点不方便。哎呦，屎盆子都扣脑袋上了，你还在意这些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土星子可淹不死我范娇艳。你放心，明天我肯定去帮你澄清。可是扎西知道能答应吗？而且你们明天就要去西藏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找一个同事过来，然后帮你拍个视频，行不行？视频效果怎么行啊？你现在怎么变这么磨叽了？西藏哪天不能去？你放心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说的是夫妻，可不是闺蜜。我一定会去帮你澄清的。哎，对了，贾一涵这家伙找到没有？还没有消息。这个渣男，让我抓到他，我一定给他吃了。我也要吃了他。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何总，我们找到贾一涵了。何总，陈律师，他在哪儿？刑警，刑警，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谁让你这样做的？是花无静，静姐。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，真的是他做的吗？那天我被讨债的人一直追。是静姐帮助了我，她就让我录了那个视频。她先踩你踩得不够狠，后来就让我做了个专访。就是说你所说的话都是花无静教你的。对，静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她帮我还了80万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你少废话，明天你就跟我去发布会。可是最近这几天又赌钱了，输了几十万了吧？快点打电话给花无静，叫她帮你还债啊。打呀！打！晴姐，我去，明天我一定跟你去。你帮我好好的看住他，明天9点钟，必须要带他去发布会，别让他跑了。陈律师，这次麻烦你了。放心。对，这俩人简直过的是野人般的生活。哦，对，我得赶紧看一下马刺和小牛谁赢了。谁赢了？我去！咱妈出事了，我们快走。杂志刚刚不知道是谁发的，现在前面的记者人手一份。贾一涵呢？堵车。陈律师说差不多10分钟可以到，但是现在发布会时间到了，我们要等他到了才开始。先开吧，反正他们是追着我来的，我能扛得起的。走。都不接电话，怎么办啊？我再快点。妈，我来了。宝贝，你慢点啊。坐好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堵啊？急死我了！别急，别急啊。
写的什么乱七八糟。妈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啊。妈。Coco， 小苹果，你不是在拍戏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晴姐，我被下戏了，刚刚收到通知。制片人说你名声不好，跟你再有约的话，以后没有剧组要我了。能别胡说八道吗？晴姐，我是带他们来跟你解约的。我们已经跟你有3-4年了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们很好。可是这次，等等 ，Coco， 我请你回忆一下，当时我妈妈是怎么把你跟小苹果从浙江那个老板那儿给挖过来的？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，你们俩现在还在那儿陪酒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晴姐对我们有恩。可是现在那几个制片人把我们的路都给堵死了，我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就，唉。其实，在几天之前就已经有人这么说过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是，问题在我这里。我真的不应该殃及到你们。这样吧，小苹果 ，Coco， 你就带着想跟你走的人，带着他们走吧。对不起了。谢谢。走吧，走吧，都走吧。在拍戏，刚听到消息。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肯定在你身边支持你。别放弃，加油。从银梅到银妇，啊，现在都成了荡妇了，荡啊！这上面都是瞎扯淡的。是扯淡啊，年轻，你要是再不拦住他们，你指不定成什么妇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妈是承认上面照片是她，可不是记者写的那个样子。年轻，哎，啊，不但饶上了冰冰，还搭上了燕如，冰冰也就罢。这燕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行了吧，少说两句吧。我今天真得好好跟你说一下了。你的私生活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跟小白结婚，然后又跟那姓沈的一起跳舞、吃喝玩乐，你们两个还是母女。你看看这关系图，啊，关系图，我的天哪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母女通吃吗？你还跟我说我成天的玩 cosplay，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老司机呀。有完没完了你？你踩我干什么？没说完呢。不是艺人啊，公众人物啊，你得谨言慎行啊。你妈留这么多把柄下来，那到时候肯定迟早会被曝光的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，爸？他们在这胡说八道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胡说八道呢？我没胡说八道。闭嘴！我去喝口水。有完没？这全是你妈的日常生活写照。你说一个40岁的女人怎么能跟这么多的男人之间发生 story？ 那是她的工作。姓赵的、姓陈的也是工作。那是她生活，她是不是不能谈恋爱啊？但你这练的也太生猛了吧！啊，妈妈，
天晴。妈。天晴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天晴。妈。妈，丈母娘，医生，我妈她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没事了，身上有几处严重的挫伤，就是身体有些虚弱，就是劳累过度了，要在医院观察几天就好。好，谢谢啊。妈，你受了这么多的罪。我当你对你做了什么？是不是太不懂事了？冰冰，没事的，咱妈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以后再让我见到那帮混蛋，我就学戏，把他们揍一顿。雷哥的合同被退回来了，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传闻。你名声不好，再跟你有冤吧，以后没有剧组要我。青姐，我今天是带他们过来跟你解约。冰冰，妈妈，你醒了，再多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帮我约陈律师，还有把公司的主管都叫过来，我要跟他们宣布事情。哦，好。对于晴天下，我有三个决定。第一，因为我何念晴个人的原因，导致公司现在这个状况，所有旗下的艺人，他们愿意解约的，就帮我解约吧。第二，把眼下所有晴天下的业务都暂停。第三，我要告《八爬》杂志，侮辱我的人格。还有骚扰我的家人，以及破坏这一行的名声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告到底。但是没了艺人，我们跟华球的对赌协议怎么办？赔，先把公司的一些资金拿去赔。要是赔不完，再用我的资产来赔。现在晴天下已经结束了，你们也离开吧。大家都解散了，青姐，我们愿意在公司陪着你。青姐，我也愿意。青姐，我们都愿意在公司陪你。青姐，我也愿意留下来。对，我也是。青姐，我们相信你，会一直跟着你。晴天下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晴天下已经没有了，晴天下解散，以后都没有晴天下了。你们都走吧。
都出去。不要再说了，让我静一下。沈方舟人呢？我妈都已经这样了，她怎么还不出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能确定一点，这立面啊，每一天送的美丽的鲜花都是她送的，但不知道她为什么就一眼都不来看我丈母娘。你弄乙炔甲基做什么呀？我有一个设想，如果我以明火点燃纯度是100%的乙炔甲基，理论上讲会产生80%的氢气，那另外的20%是？是甲烷。No， 是18.5%的甲烷和1.5%的水。看看公式，乙炔甲基是推不出来的。哼，就你这水平，加州理工给你发 offer， 你拿这纸面上的东西跟我理论，大叔你也太 out 了。不信咱们就做个实验。算了吧，我怕我们家变成核反应堆了，赶紧把这东西都。这什么？微博又有人艾特我。店里招猫逗狗的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，这哪招猫逗狗了？这明明就是正宗的 breaking。公式你都不知道啊，还玩呢你？限你在我回来之前把乙炔甲基搞清楚。你走了，那你马子怎么办？我哪有马子呀？何大婶啊？滚一边去！天天送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大叔。你怎么还玩暗恋这套？不说了，我喝水去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们都在，我喝口水。我也去。嗯。哦。这都是什么鬼啊？詹姆斯，你看，我哥已经把我一个月的口粮都准备好了，他要走了。炫，你真的要去支教啊？对，明天一早就走。这次去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，大概一个月左右才能回来。炫，乌里爹地，你现在不能走啊！你知道我丈母娘的日子现在说多惨就有多惨。公司人所有的人都要跟他结账，要跟他解约，连雷哥都要走。他之前都说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我丈母娘的。我有我的计划，他的事情我也没有权利插手。你怎么没有权利啊？你爱他，他也爱你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够绝情，我这哥。你少插嘴。爹地，
我丈母娘她现在需要你，这正是你重返爱情战场的好时机呀。说完了吗？我要去收拾行李了。哎，别呀，谢。你来真的？如果你明天去支教的话，你就永远的失去我丈母娘了。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我们，她需要的是一个肩膀。你跟冰冰在她身边，都可以。唯独我不行。Why？ 还是那句话，我没这个权利。哎，哎，走吧，回冰冰家去吧。Daddy， 我怎么还叫你一声 Daddy？ 你不能不顾及我们的父子之情啊！你走吧，千玺。我们不是哥们儿吗？你怎么不帮我？这事儿我得帮我哥。啊，走吧。哎，谁？谁？谁？是方舟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我爸了。你真冷血，不懂得爱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能得到爱情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。你这样绝情的人，我不喜欢。我们花式传媒绝不以这种业内败类为伍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何念琴这种人，绝不会有好下场。看这八卦干什么呀？虐自己。是啊，听你的，不看了，睡觉。我要跟沈梦都绝交了！啥点声，我妈刚进屋。怎么了？哎，宝贝，沈方舟太不像话了，他不但不来关心咱妈，还跑去当什么支教、什么志愿者，不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。亏我还天天夸他甚好甚好，我看他一点都不好，我再也不要管他了，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去吧。谁让你去找他的？哎呀，我不是想让他来看看咱妈，关心关心吗？你看，我们母上现在需要爱情的滋润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什么办法都没用，我妈得让他自愈，自愈，懂吗？沈太不像话了。哎，东西放好啊！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哎呦，这么晚才来，来晚了。哎，师傅，齐了，走了，上海南站啊。现在不能走啊！你知道我丈母娘的日子现在说多惨就有多惨，公司人所有的人都要跟她结账，要跟她解约。我丈母娘她现在需要你。你真冷血，不懂得爱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能得到爱情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。你这样绝情的人，我不喜欢。鲁尚，你是还没起床吗？啊？嗯，妈，人呢？Thank you.
你这需要人吗？我是来应聘的。你不是去支教了吗？我觉得现在回到你这里，比支教更有意义。我是硕士学位，上海人，身高1.86米，有14年的工作经验，会3门外语，啊，算上方言是4门。这需要我这样的人吗？这里不需要人，这里连我都不需要了，还需要谁？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位老板是一个不会认输的人。记得在巴西的时候，你一枪打中了老大的屁股，引起了黑道的乱战。回国以后，一人独挡数十黑潮。单枪匹马的把我从乌镇救出来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就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女中豪杰。那你知道女中豪杰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大力水手需要菠菜，女中豪杰需要一碗鱼丸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我没心没肺啊？有点儿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是无业游民，你必须要请我吃鱼丸，我没钱付啊。没问题。服务员，结账。你好，您的2碗鱼丸已经付过账了。嗯，付过了。秦姐。哎，小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等着您帮我接戏啊。我公司都散了，还能帮你接戏啊？你就别浪费时间了，你演戏不错的啊，别耽误了自己的前途。不是青姐，那个陈律师没跟您说吗？我没有接受解约的合同啊，我还是晴天下的艺人，你可得对我负责啊。我可是圈中的大银梅哦，你不怕我毁了你在娱乐圈的前途吗？青姐，当初在大理的时候，你刚来探我的班，那会儿我就发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选择相信你。青姐，快点帮我挑一角色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沈特助，咱们开工呗。叫了一届孩子啊，演戏倍儿根儿，真想用。可是您家现在演戏，他播不了了，那么办？我爱莫能助啊！别相信网上那些留言，全是假的，能播。姐姐，现在是嘛情况？大公司主打康。大咖带着新人来演戏，这扛得了收视率，挣得了票房，嘛微信，嘛微博，嘛点击率，那甚了去了。姐姐，您是怎么做经纪人的？啊？过时了。知道什么是丝肉丝蛋吗？丝肉，丸子吧。丝蛋就是茶叶蛋、鸭蛋、鸡蛋、鹅蛋。哪有啊？就是嘛，丝肉丝蛋，那不就成了剧组的盒饭了吗？啊？没办法呀，贵圈会玩啊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去下一个剧组。哎，
明天再去吧，今天回去休息一下。晚上我帮你再好好筛选一下。啊，好吧，辛苦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今天去哪里了？外公外婆等了你一天呢。妈妈去跑剧组了，哎呦，把我累死了！别跟我说话了，我十几年都没这么累过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你怎么亲自去跑剧组去了？嗯，不想说话了。哎，行行，你先躺着，别动啊！你等我一下。来啦，泡泡脚，哎，解解乏。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怎么我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？什么呀？这张卡里面有25万，拿着。等我找好工作以后，我就可以养你，养外公外婆了。哪来的钱呀？我把我的车给抵押了。抵押了？我用40几万买回来给你的，你就抵了20几万呢。别着急，什么着急要钱啊？你可真是我亲生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跟詹姆斯已经算了这笔账了。这个钱你只要用在公司运营上，稳赚不赔。你可真是一个败家子儿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妈妈，我们可等着你拿这个钱翻本呢。我跟你说，明天你就给我赎回来。那我去橱柜里看看，你有没有什么值钱的鞋啊、包啊？我给你拿网上卖了去。哎呀，女儿啊，别，你卖你自己的行了，你别卖我的。哎，我这个卡还给你，我不要了，我求你了，女儿啊。大叔回来了，来吃饺子。不吃，不想动。你干嘛去了？跑组。跑组，好酷啊！是不是能见着好多明星？那当然，又是肉又是蛋的。我想跟你一起去。你是肉还是蛋啊？我啊，我有肉也有蛋。开养鸡场的你是啊，有肉有蛋，吃你的饺子吧。我这跟你好好说话，我对这圈子真感兴趣。行了吧你？你啊，就在外面站着看看就行了。到了9月份，安心到美国读书去。这个圈子不属于你。笑死人！你马子明明就在这圈子里混，你还不让我进，冥顽不灵。饺子我也不想给你吃了。方舟，下一个，干嘛？拍个照。一、二、三，出发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谈好了吗？怎么突然间说话就换人了？哎，导演，我的孩子闭眼睁眼都是想着剧本，而且他的剧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他真的很努力，很用心的。其实吧，花无镜那边给我推荐了一位，我们制片方也觉得他更合适。不是导演，我真的没问题。孤独无求这角色我做了好多笔记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话给你说明白了吧，这也没办法。你剧本研究的再透，我们也不会要一个银梅的人。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不爱听？
我对于你们这种九流公司已经够好言好语的了啊！之前还给你试了两条戏，你还想怎样？砸场子？嘿，导演，说话要留余地啊，别欺人太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吃个饭也是有尊严的。得了得了啊，给我来周星驰那一套。这位大姐，我已经算给你面了，为了一个男五号，你在我这儿抠了一下午。你们不饿，我饿了。豹子，哎，给他们拿三份盒饭，都他妈加个蛋进去。得嘞，我们公司还有钱，不需要你们的盒饭。哎哎哎哎哎，剧本留下。啊。加个菜，哎，是我的。这个，晴姐，那是雷哥，他是咱们系的男一。坐下吃饭吧。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呀？晴姐，你以前对他多好啊，两个男一就这样。哎呀，这很正常，世界就是这样。坐下吃饭吧，你晴姐不会被这些东西弄乱了情绪的，是吧，晴姐？我是有点不开心，我认识的雷哥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又没去求他，凭什么这么对咱们？坐下吧。吃完了，我去开车。辛苦了。不好意思，琪，刚才是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雷哥，请您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我一般演戏的时候都不喊停，但这一次我就戏霸一回。何念琴，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大拿。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俩就认识了。虽然他年纪比我小，但我们都叫一声姐。琴姐是从心里面叫的，他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一姐，他捧谁，我们就捧谁。小磊，他是一个好演员，现在肯下功夫琢磨剧本的演员不多了。你们要是谁敢对他有意见，就是对我风雷有意见。阿本，无情那个角色务必要让他演，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，就是跟我风雷过不去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雷哥，这个角色本来就是给我们小磊的。还有谁有意见？秦姐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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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神点！秦姐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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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的地到了。嗯，到了。这不是公司吗？你来公司干嘛呀？啊，上去看看呀。哎呦，我约了钱多多在银都路了。你先上去看一看再说嘛。看什么呀？公司都没人。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人在等着你，赶紧上去听我。什么人呢？去，赶紧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都关门了。还来公司干嘛？我还要去。知道你要去见钱多多，等一下就给你见，很快。妈，啊，晴姐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我结业了。晴姐，我们一早就来收拾了。你妈需要我，现在回去啊？好啊，我一直等着她呢。没问题呀，我本来就不想结婚，一直等着晴姐的召唤呢。还是你说的对。好，我们就开张大吉，我要添新人，重振雄风。好。还有卧呢，还有卧。我们正在探索剩下的1.5%是什么属性。这是一项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发明。你能想到火箭燃料里有氢之外的其他物质吗？火箭燃料氢氧配比1:940。Fred。好，你们慢慢聊吧。我去给你们煮点饺子吃，今天换一样好吧。昨天吃的是牛肉芥菜的吧？今天牛肉芹菜。呀。喂，你们要真能研究出什么，估计早就得诺贝尔了吧？当心点儿，别把你哥的房子给炸了。我们怎么了？我好歹以前也是加州理工物理系的系草。哎 ，baby。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今天公司面试新人一个不如一个，个个网红脸，一点辨识度都没有。你说现在这帮孩子都怎么想的呀？啊？贝贝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以前也是加州理工舞蹈社的社长。我看你是墙头草吧？你会唱歌吗？会演戏吗？会跳舞吗？当然了，给你秀一个。走。baby。
我是不是能歌善舞？你这是哪个年代的广场舞 ？You can you up， 有本事你上啊！来，看我给你秀我一段。这上面人是你吗？对啊，就是粉丝少的，才12万多。高总，哎，是吧？哎，他们俩干嘛去了？一种巨星即将要诞生的感觉。妈，哎。陆总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您的女儿真的是太有眼光了。是啊，我们都连着看了一整天了，都快绝望了。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最好的，太神了。哎，冰冰，嗯，你昨天跟我说视频里跳舞的人真是千玺啊？对啊。那为什么你不早说呢？我这不是琢磨着得举贤毕亲的。各位老师，这样吧。我们再考察考察他，好吧？好啊，来来，小伙子，你叫千玺是吧？你会唱歌吗？会一点，我比较喜欢唱您的歌。哈哈，好极了，这里有卡拉 OK， 正好你挑一首我的歌来唱一下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想唱一首自己的原创，您应该不会介意吧？那更好，我们最顾虑原创了，王老师肯定不会介意的。谢谢您啊，我以前写了一首歌叫《大理》。从一个地方乘小船回到大理，白色的房子，窄窄的巷子，远山跟着云彩起落，傍晚要回到洱海的星河。从一个地方乘春风回到大理，靠近这海边就住在春天里，孩童追着风筝飞，蝴蝶在老树下沉睡。从一个地方追云朵来到大理，蓝蓝的海面白塌在水里，笑声融进风里，月光落入眼睛。先帮我把千玺带回去，把东西收拾好。我已经通知詹姆斯过来了。动作那么快？是让我是你亲女儿吗？心里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是这么觉得，回去以后呢，就让千玺跟詹姆斯住在一个房间，今后他的事情呢，你就少操一些心，全部包在我跟詹姆斯的身上。你想詹姆斯继续在我们家住啊？没门，他要搬到他自己该去的地方。妈，这不是为了工作上方便一点吗？别再假公济私了啊！这样吧，千玺呢，我会给他租间公寓，然后呢，我会找一个助理去帮助他的。你要给他配助理？嗯，就说你要签的了。嘘。
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告诉千玺，走那个签合约的过程还是需要很多的，要耐心一点。放心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千玺，辛苦了。丈母娘，我实在是不想回到浦西那个插间去住，我能不能不走？别求我了，你一个大男人住在两个女人的家里，这影响不好的。妈妈，哎呀，别求我了，你们快点收拾好了就走了啊！别爱了，赶紧收拾吧。我妈妈最烦的就是未婚同居。哎，不是，冰冰，我说，我们不是跟你妈妈这以前是一样的吗？嘘，就因为是一样的，她才怕我重蹈覆辙。可是我们都有做安全措施嘛。嘘。到底走不走啊？让你走就走，赶紧收拾。我走可以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跟倩倩住？不可以，你最好好好表现，赶紧让我妈妈对你满意。你表现的好了，说不定她可以提前一个月大赦你啊！哎呀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还这么表现？收拾。哟，外婆打来，估计做了好吃的，叫我们去吃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喂，什么？外婆摔倒了？你先别慌，别慌，你千万不要乱动，外婆，我马上叫救护车，马上赶过来。这，外婆摔倒了，赶紧走。啊啊！从片子上看啊，她的左小腿，你看这个位置，有一处轻微的骨裂，需要住院治疗。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如果进一步检查没有其他的问题，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。大夫。一定要住院吗？能不能回家调养啊？因为我外公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他离不开我外婆的。啊，是啊。但是我还是建议住院治疗，家里呢不具备条件，恢复的会比较慢，甚至会留下后遗症。那就住院吧，我们准备一下。啊，冰冰，今晚我就留在这儿陪外婆，你去照看外公。詹姆斯要是有时间呢，最好也能过去啊。他必须的，我让他把行李从咱家带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真是妈妈的小棉袄。小棉袄，小棉袄够暖和吧？走了啊！哎，拜拜，小心点啊！麻烦你了。